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现在人在 Tokyo 塔斗，是这样念吗？不知道啊，东京铁塔下面有没有红色的东京铁塔？又是东 Tokyo 塔，东京铁塔哦，感觉从下面看上去真的十分壮观呐、啊！哦，虽然没有上次的天空树这么高，不过也非常非常壮观的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一样到上面去看看。啊，看上面的风景如何？我们走吧。大家好，我已经来到东京铁塔的上面哦。好，在前方是东京树，绕一圈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快速的绕一圈。因为重点还是放在天空树上面啦、啊。对，天空树，对面的就是天空树。然后现在在东京铁塔上面，等等我们再去四处走走。等等，再见喽！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。然后我现在在另一面的夜景，可以看到一座桥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桥。夜景真的很漂亮啊。然后我让大家看一下内部构造。旁边就是贩卖部，然后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休息。然后，就这样。我们等等再会喽。大家好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高塔都要有这个强化玻璃，可以看到下面强化玻璃。总之，在上面就这样，有点抖。近一点让大家看一下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下去再说。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在东京铁塔下面。那为什么要在这边呢？因为等一下10点有熄灯秀，晚上10点，人再过几秒钟就开始哦，熄了熄了熄了，哦。哦，都熄掉了，东京铁塔熄灯秀，哦，感觉好精彩哦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